我諗唔使過戰啊，好戰啊！唉，咁好啊，可以啊。怎樣？你跟翻你平時啊！啊！跟翻你平時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聲。各處鄉村各處例噃，冇所謂，冇所謂。我尊重你哋啊！跟老師認為點做點做噶啦，一樣啫嘛。嗱，各位，我哋三清釋迦牟尼佛，皈依釋迦牟尼佛。皈依釋迦牟尼佛，皈依釋迦牟尼佛，皈依釋迦牟尼佛，皈依釋迦牟尼佛。好，嗱，一下好啦，我唔習慣影相，得噶啦，聽唔聽到？聽到。後邊聽唔聽到？各位，首先呢，我在这里第一祝福世界和平，众生安乐，祝福佛教兴隆，众生得道，祝福佛教青年协会业务昌盛，在座各位都平安富裕，却病延年，菩提上进，多谢大家。家常便饭，唔使拍掌。嗱，今日咧，我啊好欢喜，唔使我呢个嘢，唔好呢个嘢，唔好，你学佢。今天呢，我是很歡喜來到佛青，是跟大家見面。我跟佛青呢是老友記來的。三年前呢，我都時時在佛青講嘢的了。不過後來呢，2009年了，我病了大腸，割了症，那我的腳呢就行不到了。行不到就物理治療，那就很難上三樓，所以就沒來。但是今天這麼幸運，佛教青年協會有這麼大的地方，那我余會長跟我講起，那我很歡喜來這裡跟大家聚會一下。那呢，言歸正傳，今天這個題目就是《金剛經》的宗趣。大家有冇講義啊？嗱，呢個講義就咁樣。呢個講義咧，你一睇，哇，都唔係金剛經，冇錯。我首先咧就要講一講佛教嘅基本法。任何嘅嘢咧，必然有佢嘅基本法嘅。我哋釋迦牟尼佛佛祖咧話俾我哋聽，生命不止一期嘅存在。而是多生多世都已經有生命的。我阿葉在這裡呢，我過去一世一世一世一百世一千世已經有了命。假如我今世不去淨土，又未證涅槃呢，我肯定來世來世來世又再輪迴。
是不是回来这个地球呢？不一定，总之是一路一路有生命。佛教叫这件事叫做生死轮回。各位，大家如果是佛教徒呢就很明白，但是可能呢这里都有些外教的人士，或者被人拉了来的，或者只是兴趣来下的，没紧要啊。我们作为一种学问研究，佛教是一种学问来的，很高深的哲学，很高深的学理。我们明白了呢，增加一样知识一点问题都没有，绝对没有迷信，绝对不落后，绝对不颓废的。所以我阿叶讲佛经越讲越大声，在空中间讲了31年，一直都是有这么大声。不是我阿叶巴闭，是释迦牟尼佛的道理支持我，等我讲得这么大声，因为他的道理的而且确很一流。那我们就讲一下佛教的基本法，生命不止一期的存在。所以有人问我，你佛教是什么啊？我告诉他，佛教是一种解脱道。大家记得，佛教是解脱道。很多人说佛教好好好好好什么啫，你要识讲先得噶嘛。佛教是咩？佛教是解脱道。又再讲一道，你佛教和外教有乜唔同呢？是呢样嘢好值得研究嘅。好多嘅宗教，有古嘅宗教，有现在嘅宗教，有咩唔同呢？嗱，好容易分嘅，大概分做两类。有外教的，而家好摩登嗰啲吓，又唔系净系讲摩登嘅喎。释迦牟尼佛在位嘅时候咧，在世啊，有96种外道，其中有成咧80几种咧，都系讲有造物主啊，有创世主啊，啊，大家生去天堂，与神同在，得到永生。这一样道理跟现在的摩登宗教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因为他有个神，他的神是造物主，是创世主，他说世界任何的东西都是他创造的。各位不要介意啊，我照他这么说，我这么说的，绝对呢是不会说乱这么，不是的。我都读过那些经的，我考过那些试的，所以我很明白。我又很尊重他们的。今天如果入教堂呢，入圣堂呢，我跪的，人家跪我又跪的。有些人呢问我，他说我是佛教徒又受了戒的，我的仔女现在是外教，我好唔好入圣堂咧？我话好，点解啊？人哋话唔得，我话得。我话你入到去，斯斯文文，同个神父或者同嗰个牧师握手，或者你唔握手，你合掌问一个信，多谢你帮我啲细路哥做事。我话大方得体。咁都得，我话得啊！我话释迦牟尼佛在日，几多天人听释迦牟尼讲嘢啊？后来发咗菩提心，我话你读下佛经啊，系啊系啊。所以各位，你唔好介意，就算你系外教人士都唔好介意。佛教系一种学问，我哋而家研究呢啲学问先，然之后慢慢讲波嘢。释迦牟尼佛呢，大家可以看一看你的讲义下。有哪个没可以举手啊？
有很多人说佛教很难明，佛教一点都不难明，但是呢下面那里有讲它怎样分别。第一行第二行讲了，第三行 B 那里呢，即是说世间上你又说没有做物主，又说没有做创世主，即是佛教说，那究竟这么多东西是谁个做呢？众缘和合做的。譬如现在这里这么大个堂，余会长告诉我听有三千几尺，这三千几尺的地方高楼大厦是什么呢？首先有一块地方，跟住咧有人要起屋，要咧吓划职入禀去公务局批准啦，咁你就起砖瓦木石钢筋水泥，人工金钱时间要唔知几多个晴天先至起好啊！各樣嘅夾埋呢啲就叫做冤，眾緣和合，於是乎呢間大廈起好啦，咁咪眾緣和合咯。凡真眾緣和合嘅嘢咧，唔係淨係一樣，你一個花或者一個杯都係眾緣和合，佢唔會就咁一個杯噶，一定咧有啊泥啦。或者呢啲咁靚嘅就係嗰啲瓷泥啊，乜有人工啦，又有咧成本啦，咁啊，然之後又有個模啦，咁啊整成佢，仲要燒喎，燒咗之後攤凍，攤凍咧就擠喺度俾人買，而家佛清買咗佢啦咁樣，咁啊喺度，你話幾多條件咧？啲叫做中原和合。包括生命都是这样，要由父亲的精子母亲的精子夹埋，科学家认为这样够，但是佛教说还差一样东西，一定要有一个中入，中入加埋落去个精子卵子度，三者和合成为一个胚胎，寄生在母亲的身体，瓜熟蒂落，父親母親是乜，佢就係乜咯。所以有卵生、化生、胎生、濕生嗰啲嘢。佛教係好科學化噶。乜嘢叫做科學啊？唔係話飛機大炮嗰啲叫做科學，係有得實證嘅，有證據俾人嘅，呢啲叫做科學。佛家好科學嘅，我後邊嗰度一路又咁講。咁樣咧。既然凡是任何的东西是中原和合呢，就有一个条件，缘聚而生，缘散而灭。我现在隻手放低，啪啦，那个杯烂了。就算不讲这个杯，任何的东西，包括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、楼房屋宇、飞潜动植，都是眾緣和合，一定會緣聚而生，緣散而滅。使唔使悲哀？唔使悲哀。佛教係好達觀啊，因為任何嘢可以解脱，所以你學四聖諦啊。四聖諦嗰度咧會話俾我聽，有滅諦，任何嘅悲哀都可以解脱曬啊。我哋學佛咧就係好有價值，就係呢點。好多人淨係話邊個佛最靈啊？邊個菩薩最靈啊？整啲雞啊、燒肉啊、一條大鯪魚啊咁樣去拜，叫做三十拜觀音菩薩喎。求觀音菩薩你保佑我啦！你保佑我咧，我又俾乜嘢你？大錯特錯，觀音菩薩戒殺噶嘛，你捧三生俾佢，
仲要話啊，你保佑我，我俾乜嘢你？你又賄賂佢，呢個最錯誤嘅行為，又有燒元寶啊嗰啲。那些是什麼來的元寶？那些馬屎做的臭的。我們佛祖釋迦牟尼佛出身貴族，太子來的，怎會教人做這些事？你打開所有的藏經一大套看，你如果選到一行啊，說佛教我們燒元寶啊，你得到諾貝爾獎金添啊，是吧？所以不要亂來。不過這樣，自由社會你有權燒乜嘢？你有權燒加金，你有權燒美金，你有權燒1000元、燒100元、燒500元，你可以燒。但係唔好話係邊個教你嘅。舊陣時啊，我哋細個嗰陣時候啊，啊南北行啊嗰啲大有錢佬咧，燒衣啊，7月14日咧，佢哋燒衣。7月14日不是佛誕來的，7月15日才是啊，民間的風俗丟啊，固然他燒紙啦，但是他說施陰施陽，對陽間都要布施，布施的叫做雙好啊，啊雙好大約現在一個雙好即是2毫子，值得現在10多元的啦，這麼貴的，好一大堆沙這樣定曬係啲火爐灰，嗰啲乞衣啊，同佢細佬哥啊，拎啲竹去撩撩撩，咁啊揦起嗰啲雙好啊、仙子啊、毫子啊咁。咁呢啲咧嚇，咁佢有權啦，佢有錢啊嘛，佢有錢咪殺錢咯，係嘛？但係佢冇話邊個教佢喎，所以咧，我哋佛教徒啊，你要表示出我哋佛教嘅高貴，你唔好做一啲咁愚昧嘅行為。我知道你哋唔會嘅，你哋係大善知識。咁啊，跟住咧呢度下邊講啊，緣聚而生，緣散而滅啦。所以就話緣生無性，眾緣和合產生嘅嘢，佢冇佢自己嘅本性。咁你話乜冇本性啊？佢呢個杯啊，咁啊唔係本性，但係佢咩啊？佢由啲水泥啊，由啲泥啊，啊由啲水啊，啊同埋啲人工啊各樣夾埋啫嘛，分開佢就冇咯。所以佛教叫做空，空即係假嘅，冇嘅。我哋啊，40年前啦，筲箕灣咧。望到對面，即係今日嘅掃墓坪嗰度。嗰度咧係山嚟噶，有一個喺外國翻嚟嘅人喺嗰度行。咦？呢啲泥好特別喎，揦咋睇下？咦？白色嘅喎，拎佢翻去研究。啊！呢啲係靚嘅白泥喎，愛嚟做瓷杯咧係好有價值嘅。政府買了這個山，政府啊無所謂啦，毫幾子啊賣一尺俾你，買了成個山，掘曬，一車車寄翻去外國整，整到幾靚嘅杯啊，幾靚嘅瓷器啊，後來而家咧空咗個地方俾翻政府咧，就係秀茂坪嗰啲地方。所以咧，呢啲嘢咧嚇都係眾緣和合噶。嗱，咁啊，然之後咧，啊下邊講，所以佛教咧就話冇做物主嘅。下邊啦，雖然生命不斷生死輪迴啊，但係可以解脱呢句最巴閉，可以解脱生死輪迴嘅。嗱，咁啊，下邊再講啦。嗱 ，C 嗰度講咗 ，D 嗰度啦，就要發菩提心。睇下嚇，發菩提心，發菩提心咧，即係心出家，
唔係咩啊，龍馬阿伯。嗱，大家睇下，睇唔睇到？嗱，睇唔到唔緊要，我講菩提心咧，佢係英文譯音薄枝。咁呢個薄枝咧係咩嚟咧？咁佢即係話。我哋個心出家，哎呀，有冇搞錯啊？嚟聽下你講經又講出家，唔係。我哋而家住喺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住喺欲界。咁咧又有六趣、天人、修羅三個善趣，地獄、惡鬼、畜生三個惡趣。呢啲嘢咧，啊，係我哋生命嘅輪迴喺呢度嘅，好痛苦嘅。你讀過《妙法蓮花經》咧，就話生命如火宅，生死若冤家。呢火宅係咩咧？火宅就生老病死，生命係俾生老病死圍繞住嘅，好似一間火屋咁，咁樣嘅。所以我哋要解脱，因此你發菩提心嘅時候咧，你個心就要出嚟呢個三界，出嚟六道，咁叫做發菩提心，又叫做心出家。所以我哋皈依三寶咧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我哋就話發心出嚟我哋生死之家。當我哋有力。良有福有慧的时候呢，我们再新出家，那时候就新心出家了。但是我们普通人呢都是心出家，那叫做发菩提心。在佛经很长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简单就是菩提心。啊、下面啦，發咗菩提心咧，就要收集戒定慧喎、哦。戒定慧咧就咁，戒律係規矩，我哋每一個人都要守規矩嘅。啊，佛教就有五戒啦、十善啦、八正道啦、六波羅蜜啦、四攝啊、四無量心啊嗰啲嘢。啊，所以釋迦牟尼佛示寂嘅時候咧。他的徒弟柯蘭問他，佛啊，你在世的時候你說這樣做得，那樣不做得，現在你離開我們了，我們用誰個做老師呢？佛說一句，我在依我，我滅後依戒為師，依住你的戒律做老師，戒律說得你就得，戒律說不得你就不要做。所以個戒律係咁緊要嘅，嗱，因此你去受戒啊，受幾多戒啊，都係呢啲。因此我哋普通人啊，你唔係佛教徒，你都應該要遵守法律。家庭有家教，學校有校規，社會有法律，呢啲咧就叫做嚇規矩。所以你過馬路紅綠燈啊，睇紅綠燈啊，啊，咁啊紅燈唔好過，綠燈至過啊！你咪懶叻啊！我係佛教徒啊，我又無分別心啊，是但啦咁。咁你亂行過去，你自己有問題啊，唔好講啊！你累親嗰啲揸車嘅人喎，啊，所以咧我哋咧嚇慢慢做研究，分別心呢三個字。下面呢還要講及、啊、我們呢、啊、發菩提心收集戒定慧，
戒律規矩好緊要噶，啊，人人都要守呢個戒律噶，啊，特別出家人啦，啊，出家人男人啊250戒，女士啊384戒，啊，戒定慧，呢個定係好巴閉嘅，呢個定咧集中我哋嘅意念，因為我哋嘅心啊好散亂嘅，就算你話你念佛咧，係嘛？好多人啦，咁舊陣時又出氣啊，係咁講，講我老太婆一路念佛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。阿炳，嗰度唔乾淨，掃下嗰度。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阿彌。抽香，執茶。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。阿嫂，睇下廚房煮好飯未？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啊！呢啲真係喎，我啊冇咁駕駛啦，又有話抽香，又話阿炳，但咧我心咧都會好好多亂噶。所以佛咧教我哋，你要收攝我哋嘅意念。因此咧，學禅定啊，學靜坐啊，咁樣啊念佛，集中你嘅意念，唔好諗第二樣。呢一樣啊，好緊要啊！戒定慧修呢個定，你要修個定咧，搬個波嘢，你先至可以空啊。慧呢個慧字咧，好簡單。好多人以為個慧字係聰明，唔係聰明好簡單。你有眼可以睇嘢就明，你有耳可以聽嘢就係聰。所以睇唔到嘢叫做失明，聽唔到嘢叫做失聰，好簡單啊！智慧唔係咁解噶，智慧咧俾你睇下，你可以寫低佢，你可以記住佢。得唔得？睇唔睇到？智慧咧，即係咁，你可以咧明白。嗰樣嘢嘅，譬如而家讀書啦，你喺香港嘅人咧，喺有文化嘅地方咧，梗有讀書噶嘛。你讀書咧就有知識，你越有知識咧，你就越發明白多啲道理嘅。咁你個人咧就對嗰啲事情正確抑或錯誤嘅，好容易分別。呢啲叫做智慧，所以我哋細細個讀書啊，都要讀啲啊加減乘除啊嘅計數，念乘數表啊，二二如四啊，二三如六啊，二四如八啦，咁一路念啊，係咪？大個啲啊，讀幾何啦？幾何咧？一條直線係180度。佢嘅垂直線嘅夾角啊90度，佢交叉嘅兩條直線嘅對頂角啊一定相等，一個圓圈咧就360度，成日要念嘅喎。咁人哋講嘅嘢嘅時候，我哋係好多分別嘅能力，知道係啱亦或唔啱。咁呢啲咧就叫做智慧。咁你話唔係喎？佛教好似好巴閉，係啊，好巴閉嗰啲係大智慧，簡單嘅咧就係咁樣啫。咁啊呢個智慧，你有分別嘅能力，所以我哋喺呢個世界度一定要明辨是非，重視因果，一定要有嘅。你唔重視因果，唔明白是非咧，
你肯定失敗。所以呢，你是什麼宗教都好，我是什麼宗教好，我都要研究一下人家，知己知彼才可以百戰百勝，只知有己不知別人，肯定失敗。下面那裡呢，界定位了，構正涅槃。這個涅槃呢就這樣，下面依那裡有講的正德涅槃。這個正字你要這樣解，親身經驗。我告訴你，譬如說這杯是可樂，我在這裡才可以講，如果我電台不講得的，說我賣廣告的，跟你們沒所謂，是吧？譬如這杯是可樂，我告訴你它有甜的，它又很澀澀的，聽我說有些貴司做的，講極你都不明白，喝它一口吧，原來可樂是這樣的，這些就叫正咯，這些就是正。咁樣要證你親身去經驗，講係冇嘅經驗嘅涅槃。咁你話涅槃係咩咧？嗱，呢度下邊講俾你聽，一切皆空，乜嘢都空寂。個空字我慢慢再會解，能夠解脱生死輪迴。嗱，《阿含經》，《阿含經》係一本大經，釋迦牟尼在日。最先講咧就係《阿含經》，係講俾嗰啲小乘人聽嘅。原始佛教，原始佛教講《阿含經》嘅，《阿含經》咧有啲名句啊。嗱，下邊咧就咁講：生死永盡，凡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如實知之。幾十年前，佛教冇咁流行。冇咁多人講佛經，嗰啲涅槃咧，啲人當佢係死。我試過咧，嗰陣時我好後生啊，都係二十零歲啊咁樣，我就睇見嗰度嗰個靈堂上面寫話佢乜嘢波涅槃啊咁樣，我啊唔明白，我就問嗰個人：，乜嘢叫波涅槃？波涅槃咪死咯咁，咁我好唔安樂。我就問我老師羅時軒教授，我話羅先生啊，咁啊涅槃係死，我哋成日又話求涅槃，咁啊求死有咩意思啊？咁羅先生唔係嘅，呢啲嘢佢哋啲人啊揦曬教。羅先生好中意鬧人㗎，佢唔啱就鬧你啊。咁樣咧佢就話唔係咁樣嘅，點點點咁啊。話俾我聽係咁，我而家先知道涅槃唔係死，一個人死唔係涅槃。所以咧，嗰個亡靈你整佢嗰個橫額話佢咩波涅槃咧？過分嘅恭維啊，係斯文嘅侮辱，你其實係侮辱佢，佢都未係涅槃。你睇下涅槃要生死永盡喎，下一世唔入胎喎，嗰啲先至叫涅槃喎。嗱，我哋咧又要得一個知識啊，你要念下佢啊。生死永盡唔使入胎嘅，凡行已立，凡行咧就係咁深啲。周空無相無願無作，叫做凡行，已經成立咗啦。所作已辦，平時日常生活嘅貪欲啊、憎恨啊、愚痴咧，搞掂曬，辦住一個力噶，行行搞掂曬，唔再貪憎痴啦。咁樣不受後有，唔使再入胎嘅如實知之。如實知之咧，就係簡簡單單嚟講咧，就有六種神通嘅。林錦瑞，
佢有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神境通、漏盡通。凡親一個人咧，你有咗呢六通咧，你啊如實知之。天眼咧嚇，睇到人哋唔能夠睇到嘅嘢嘅；天耳咧，聽到人哋唔能夠聽嘅嘢嘅；他心通，知道人哋嘅思想嘅；宿命通，知道過去世、知道未來世嘅嘢嘅；神境通。難啲啊！佢即係好似有啲變法咁，但係釋迦牟尼佛啊，話俾啲徒弟聽：你千祈唔好收神境通，你搞好你嘅業報。喺佛嘅記錄度咧，有一則講目基地。穆建年咧係釋迦牟尼嘅徒弟嚟嘅，佢咧以神通第一出名嘅，周時問人哋要唔要蓮花啊？咁要啊，但係木有嗱喺度有，咁啊一紮蓮花啊啊！你哋要唔要睇嗰啲靚嘅風景啊？要啊咁。冇啊，有呢度有咁啊，前面咧就係啲風景好靚，有山有水，神通第一噶。但係後來點咧？長話短説，因為佢個人好好噶，周圍咧都去教化眾生，俾啲外道憎佢 ，hold 住佢有一日坐喺石崖下邊啊，佢哋擁啲大石啊。拱落去，將佢砸死咗。咁當然佛嚟到啦。啲人問佛點解會咁咧？咁佛話：穆建連係知道佢會有咁嘅收場，知道佢自己係會被人砸死。咁啲人話：點解佢唔逃避？佛話：佢唔逃避，因為佢知道業報難逃啊。一個人你做咗咁嘅因，你係受咁嘅報，避嚟冇用，所以佢好勇敢接受咗，了咗呢段業。所以你哋做弟子嘅，唔好修神通智，係要搞好你嘅業，即係搞好你嘅行為。嗱，佛係咁教，但係神通第一，仲有漏盡第一，呢個漏係唔好啊。我哋平時喺呢個世間啦，好多漏，漏啦，貪心啊，啊，發嬲啊咁樣，發嬲啦嚇，有啲人嬲到話眼火爆啊，又噗噗噴啊，啊又好激動啊咁樣，得失人哋啊，奚落人啊咁，呢啲唔好。痴咧。就是不明白因果，有这样的因一定有这样的果的，这些呢我慢慢会跟大家研究，现在就不够时间了。这样呢啊，有了这些东西，漏尽通了，如实知之，与其实在知道啦。咁啊，下邊 F 啦，所以咧，每個人咧，佢都有啊，同佛教有關係噶，因為人人都有佛，呢樣嘢係佛教最偉大，全世界啊，任何一種教，任何一個政治，有邊個領袖話你哋可以同我一齊噶？有邊個神話你可以同我一齊噶？係啊，你可以將來永生去天堂，但你都係我嘅奴仆啫喎。但係佛話每個生命都可以成佛，佢喺菩提樹下就話：善哉善哉，
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。如來智慧咧，即係佛嘅智慧嘅功德，人人都有嘅，人人都有覺悟嘅性質，人人都可以成佛嘅。咁樣話喎，因此咧，你又唔好嬲。假如你係外教，唔好搞啊，我係。嚟下啫，又會咁哦，唔緊要啊！我老師話，我老師成日話我長氣噶，你唔好咁長氣啊！你唔我話咁，佢話佢自己唔得啊嘛，咁咪由佢唔得咯，由得佢收多五百世啊嘛，你使乜咁長氣啊咁啊？啊，我都記得係啊，啊咁啊，有啲人係咁噶，你話俾佢聽，你會解脱。生老病死咩？佢都唔中意啊！佢話：哦，原來係咁啊！咁冇死啊，冇死咪幾好？係啊，冇死啊幾好。但係咪梗係冇死啊好咧？唔一定喎、啊。全世界好多人好悲哀啊！你睇下埃塞俄比亞，你睇下南非，就算東南亞。有一部分人都好悲哀啊，係咪？你睇下嗰啲人細細聲講好啦，啊，嚟到香港做嘢，一個月打工3450，3450啦，啊，喺度做嘢，啊，咁樣兩年先翻去一次咁樣。有啲屋企咧好窮啊，咁啊之類，呢啲都不必細講。但係咧，有好多地方有政治黑暗啊，食物唔夠啊，啊嗰啲嘢咧，啊都冇得傾啊，感情啊，啊嘅欠缺啊咁樣，所以啊唔係啊咁開心啊。因此佛家話你要解脱。人人有份啊，所以佛话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我咧就比较少讲如来智慧，多数讲觉色。因为点解咧？有好多人佢系成罗汉嘅，成辟支佛嘅，佢唔成佛嘅，即系嗰啲小乘人原始佛教。但系我哋站喺大乘佛教立场咧，譬如你皈依。佛咧，咁你就已經係大乘佛教咯。我哋就講如來智慧德相。但係咁啊，你唔好對嗰啲人研究小乘嘅，你話佢小乘啊，佢嬲噶。你話原始佛教，咁啊冇錯啊，冇得罪佢。做人千祈唔好得罪人。下邊啊，良馬見邊影走。良馬咧嚇，靚嘅馬咧，千里馬咧，見到牆上面啊有條鞭發咁咧，佢即刻起身走。老馬呢、這個老馬咧係嗰啲劣質嘅馬，唔係話年紀老，劣質嘅馬懶洋洋成日伏喺度瞓覺嗰啲，一定要啲鞭打到埋身。哎呀，起身走，我哋人好多係咁。所以你係良馬嘅話咧，啊係喎，咁樣我生老病滅啊，我要解脱，我要皈依，我要學佛，我要成佛，或者我去淨土。但係好多咧，唉，闊佬懶理啦，今日都唔知聽日事，又咁巴閉，又講成佛，佢好少理啊咁。好多係咁啊嘛，啊呢叫老馬。咁我哋咧下邊再講埋佢啦，啊，嗱呢度係我講嘅佛陀智慧第一，好有科學化嘅三千大千世界，點叫做三千大千世界咧？咁我話俾人問得多，你哋佛教都烏龍嘅，世界淨係有地球啫嘛。三千大千世界，是啊，佛話
一個太陽系就是一個小世界，一千個太陽系即是一千個小世界就是一個小千世界，一千個小千世界就是一個中千世界，一千個中千世界就是一個大千世界，三個千大千世界。呢一樣嘢好科學式，天文學家就係咁講，一粒星就係一個世界。我哋而家你好光啊，睇唔到啊，但係你去新界咧，有啲地方咧黑噶，你戴帽頭望個天咧，真係睇到嗰啲星咧，一粒一粒一粒。點解咁細咧？咁因為佢距離我哋遠。如果我哋去到啲其他星球望翻我哋地球咧，都係一粒一粒咁嘅啫。啊，咁樣咧，世界係咁大，所以世界係冇盡頭嘅。舊陣時有一首時代曲問世間可有盡頭？係啊，黃霑寫啊，黃霑係佛教徒嚟噶。啊，佢自己都話啦，我係佛教徒啊，但係我好麻煩啊咁。啊，咁啊呢啲唔好講佢啦。咁佢咧好聰明噶，問世間可有盡頭？世間邊有盡頭咧？係嘛？我啊去多倫多。多倫多十八個鐘頭飛機都幾係噶，咁啊後來最近呢幾年咧，佢就繞過阿拉斯加，咁啊入一入美國境，咁然之後咧就去多倫多，快四個鐘，咁樣咧嗰次我啊去啊，去咧咁啊，人哋話俾我聽到呢個到美國啦，我話弊啦。即係我哋環繞咗地球上邊一個圈啊咁，咁我冇落機喎，但係後來咦點解剩翻我一個咧咁？啲人嗌我個名，咁我話我唔想落，唔得啊！你一定要入境啊咁，咁咪拎住個護照咁啊過境啦咁樣，啊咁又入到去，咁啊買嘢咯喎，咁人人去買嘢，咁我自己又烏烏窿窿又去買。買啊！嗰個見到嗰個人喺度計，我話點解計咁耐㗎？咁，哎呀，我哋落美國啊嘛，你又俾加金我，哎呀死啦！唔怪得啦咁，咁因為計加金佢又要計今日個數，啊同時咧嚇又要納税嘅喎，咁咪納税咁樣，咁啊嗰度啊嗌喎，啊夠鐘啦，我哋要翻飛機啦咁。喂，我話我唔買得唔得？我唔得啦，我入到電腦啦咁。你話幾麻煩咧？咁拉尾我出嚟就諗下，啊原來我哋喺地球嘅上邊喎，地球咁少嘅，啊係喺地球打個框仔咁又話快四個鐘咁。嗱，但係咧，原來我哋佛話咧三千大千世界，無數咁多世界嘅，嗱。長話咧就唔能夠講字，你可以打開一部經《瑜伽師地論》卷二，裏邊行辦有講呢啲嘅，講到同科學一樣嘅。咁你唔好話係咪抄科啊？唔係喎，釋迦牟尼今年啊2555年啦，佢早過公元。公元是耶穌降生啊，2011年啊嘛，咁你我哋佛祖啊，2555年啊，早過佢成400多500年啊，咁有咩理由抄你啊？啊，所以咧，我哋做佛教徒唔好氣餒，唔好有自卑感，我哋佛祖咧就係咁。我成日想兜巴星死自己，你點解佛教咁好嘅道理，你多啲講俾人聽咧？點解啲人咁唔明白咧？點解咁自卑咧？阿聖一法師都講啊，30年前，唉，佢話而家好啲咯，
我哋日頭都咁，朝頭早都咁出街咯。舊陣時唔敢噶，如果出街咧都要笠住頂帽啊啊，因為人哋尤其是跑馬嗰日見到我哋就咁樣噶咁樣。唉，而家好咯，四眾同仁都要都努力啦。我哋又有醫院啊，又有安老院，又有咁多學校啊，又有中學，又有。小學啊，啊有幼稚園啊，有咁多佛學班啊，咁都係咁講。咁因此咧，我哋係真係你要研究佛教。我哋佛教好需要後繼有人啊，將佛教一路橫傳開去。啊，咁然之後咧嚇，佛教興旺，亦都係人類有福。嗱，下邊啦，三千大千世界，仲有啊，試管嬰兒啊，啊，我有一段講座喺1983到而家都28年啦，係嘛？1983年喺多倫多湛山精舍嗰度講啊。居然講起三千大先生，講埋試管嬰兒，啲人話你都咁講，我做咩唔敢講？我唔係我咁講啊，係我哋佛教咁講。試管嬰兒，父親雄性嘅精子、雌性嘅卵子夾埋，適當嘅壓力。適當條件就承認啦，係寄喺母胎，佢揾過嗰啲試管嚟做啫嘛。啊，我話科學家係咁講，生物學家咁，佛教都係咁講。不過佛教加一樣中陰，個中陰係離度，加埋落去，三者和合就成為一個胚胎，寄存喺母親嘅身體。我做咩唔一樣啊？他又冇出聲，但係佢仲唔識問我啊？仲有一樣嘢佢要問啊，不過唔講啦呢啲。有陣時教精佢啊，麻麻煩煩，係啊。嗱，三千大千世界啦，以及極微，極微呢兩個字好一流嘅。我哋佛係咁講，連嗰啲翻譯嘅人都係咁好嘅極微，因為而家咧嚇，你話又原子啊，原子落去又電子啊，又丁子啊，咁一路咁整落去又話能量啊咁，我哋佛淨係用呢個名詞極微，極微係細菌，我哋佛啊舊陣時啦嚇。嗰啲徒弟過河啊，梗有一個缽噶，咁啊喺嗰啲河度或者啲溪水度拎起嚟飲，佛咧就叫佢用一個紗布啊，用一塊紗布或者紗布袋隔一隔，係咪淨係衞生咧？唔係，原來佛咧有日話：我觀此杯水84000重。84000多蟲咧，就係微菌，嗰啲生水啊嘛，生水就咁多微菌。在當日佛在世嘅時候冇顯微鏡啊，但係我哋佛係咁講嘢噶。在當日冇望遠鏡啊，佛都講三千大千世界，又咁樣你可以見得我哋佛祖幾有智慧。所以啲人成日鬧佛教嗰啲。不要亂噏嘢，我哋應該咧竭盡我嘅能力解釋俾佢聽。啊，佢主張平等，我而家即係立嚟講啫，佢平等。每個眾生可以成佛，呢啲係平等啦。但係事實係啊，另外咧有一則故事，
話佢咧啊有一個咧叫做丘波尼 Hubala， 佢係咧隔離國家咧嘅一個王子嚟噶，打仗佢啊參加失手被擒，咁咪成為階下囚咯、奴隸咯，咁就運咗入皇宮。正梵王就見得佢呢個人咧眉清目秀，都幾好似幾乖咁啊！嗰陣時十七八歲，唔好俾佢做粗功夫，留佢喺皇宮教佢梳頭，同啲王子貴族梳頭咁樣，咁啊做梳頭啦咁樣。咁啊有日釋迦牟尼咧翻去皇宮嘅時候咧，咁就正梵王咧就叫嗰啲皇孫啊、王子啊、即係阿皇叔嗰啲仔啊，咁啊幾個咧跟佛陀出家。咁嗰三個人啊，阿那律、那跋舍啊，咁嗰啲咪去俾阿丘波尼剃頭咯。咁丘波尼頭就以為嚟梳頭啊，俾粒明珠啊，俾粒碧玉啊咁啊嘛，梳頭啊，就話自己頭髮唔剪噶嘛，但係佢哋話唔係啦，今日唔梳啦，同我剪曬啊，剃曬佢，剃曬佢，係啊，我哋跟佛陀出家學到啊，丘波尼都幫佢剃，但係好傷心，就喊啊，等嗰啲王子走咗，佢就走出去嗰棵樹下邊喊，喊咩咧咁，喊自己咁悲哀。做咗奴隸，因為嗰陣時好階級唔平等啊嘛。佛陀咁貴族，我係奴隸，點可以做佢嘅啊弟子咧？自己幾悲哀喺度喊，喊下下咧就聽見有人叫丘波尼，丘波尼，覺得咩咁好咁嘅聲音，一路喊喊緊，淚眼分花。望下嗰個人，白種人，嗱，釋迦牟尼係白種人嚟噶，白種人好莊嚴，企喺度，佢唔知佢係咩，佢冇見過噶嘛，一路喊，佛就話：你叫我做佛陀啦，佛，你係佛，係啊，咁佢諗起阿阿那律，佢哋話跟佛出家嘛，你係佛，佛話係啊。丘波尼，你係咪想跟我學嘢啊？係啊係啊，我好想跟你學道啊！咁就好啊，而家跟我，而家係啊咁。咁佢即刻起身跟住佛，咁就去到王谷，去到精舍嗰度。咁阿佛咧就叫舍利弗出嚟幫丘波尼咧剃頭啊！著起啲袈裟啊，咁搞掂成一個鐘咧，一個時辰咧，嗰啲王子先嚟啦，阿那律啊、跋舍啊嗰啲啊嚟啦。佛就話：佛門以入門先後為先，你要對啲師兄咧頂禮。咁佢哋咪個個行去頂禮咯。呢個頂禮叫聲師兄，嗰個頂禮叫做師兄。行到丘波尼面前，咦？呢個唔係我哋嘅奴隸，正話先幫我哋剃頭啫。而家我哋要幫佢叩頭，大家企喺度。佛就話：唔緊要啊，你哋係皇孫公子，你翻去諗過先。你認為可以咁忍受？你就再嚟啦，而家翻去啦咁。三個王子都係修行嘅人物，咁就好。向舊日嘅徒弟，向舊日嘅奴隸，今日嘅師兄頂禮，叫聲師兄。呢、這個消息傳出去啊，周圍都震動。所以有句説話：四河入海，無復何名；四聖出家，同為釋字。呢一樣嘢全世界都聞名㗎，
呢個係印度嘅不流血革命，係咁樣改革曬嘅。嗱，你睇下佛係咁平等，呢個第一。第二，佛教話不邪入，佢係認為一夫一妻制啊。喺當日嘅社會，男性做中心，屋企三妻四妾，金屋藏嬌，幾時當女人係人啊？但係佛勇敢企出嚟，我哋唔可以咧咁多嘅淫欲，我哋咧係要有大家要平衡呢一個制度啊！到今時今日，全世界文明文化嘅國家都係一夫一妻制。可以見得我哋佛祖啊，嗰種嘅智慧，嗰種嘅偉大，我去到邊度都講到好大聲噶，因為佢的確好嘢。你話係唔係先？你有問題嘅舉手，睇下點，唔緊要噶，大家研究啫嘛。唯一一樣例外咩咧？回教，回教可以有四個老婆噶。呢啲又唔好講啦，係嘛？你諗下，王貴咧，子啊，我哋佛祖就係咁一個咁偉大、咁開明。咁平等嘅人物，我哋身為佛教徒，我成日都自豪。你做咩啊？你啊，都唔係好冷。我成日一世人最安慰、最自豪嘅人嘅思想，就係我係一個佛教徒，我能夠追隨到我哋佛祖係去學習。雖然我唔係學得好好，但係我都係知道，我係好有幸福。我希望各位咧，你都係一樣咁幸福。他的思想呢，走在時代的前頭。為什麼在時代的前頭？人人都說你佛教很古老。什麼古老啊？釋迦牟尼做太子的時候，享受著宮廷豪華的生活，他父親不讓他見接觸那些貧窮啊、衰老啊的東西，但是他遊四門見到老病死啲嘢，佢問個司機：我會唔會啊？司機話：會噶，你會噶，人人都會噶，冇就唔得噶啦。咁我父王話：佢俾我中意嘅嘢，我唔中意嘅任務。你父王俾你嘅係富貴同埋權力啫，呢啲大自然俾我哋嘅老病死，冇人可以避免嘅。释达多啊，好唔开心。但佢喺北门咧见到一个修行嘅人，就话咧：我修行修八正道，我可以解脱生老病死。呢样样开啱释达多个窿。佢翻去皇宫同佢父亲讲：父王，我想去离开皇宫，出去外边学习见识啊。正法王话唔得，我哋世俗都系做皇帝嘅。我哋冇理由俾一個王子出去外邊流浪嘅，阿仔你留翻老啲先啦。咁佢就話：咁父親你可唔可以幫我解脱我嘅生老病死啊？父王話唔得，
我俾你嘅只系人间嘅富贵同埋权力。至于话生老病死系大自然俾我哋嘅，我无能为力。悉达多向佢合十，就话父王，既然你唔能够为我解脱，你等我行我自己嘅路。讲完又合十，咁就离开，翻去佢嘅后宫。后来咧，六日之后，佢知道自己听日做皇帝。嗰晚佢就离开皇宫。嗱，我哋睇呢点就可以见到我哋佛祖系咪行喺时代嘅前头？而家话父业子当成，父亲嘅事个仔应该继承，唔系喎。而家父亲做生意，个仔可以做工程师，啊，可以做教书，可以咧做法律，可以做会计。可以做任何嘅嘢，唔一定跟住父親噶，係嘛？但係我哋釋迦牟尼啊，就係咁樣，自己行自己嘅路，走喺時代嘅前頭，可以話得佢係好現代化、好摩登嘅。你認為點？嗯？唔好唔出聲啊！佛陀讲经300座，佢每座咧都有特别嘅资料。佢最先讲咧就《阿含经》，《阿含经》咧讲原始佛教，咁啊教嗰啲人咧，因为嗰阵时好悲哀啊，嗰啲奴隶啊，所以佢好惊啊，死啦！第二世又系咁咪弊咁，所以佛一话。啊！你可以解脱生老病死，佢哋個個紛紛學道。佢哋成羅漢啊，成辟支佛，佢哋唔翻嚟呢個世間度眾生嘅。咁啊，後來佛咧又講《華嚴經》嗰啲大乘經典，話俾大家聽，因為眾生啊，生生世世同我哋咁有緣，係咪啊？我哋生生世都有我哋嘅父母啊、夫妻啊、兒女啊嘛。環繞身邊嘅諸姑嬸母、伯祖兄弟、街坊鄰舍、國家民族噶，你點可以一走了之啊？要度化佢哋，所以我大乘佛教咧，一定要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，咁又係好偉大嘅喎，係咪？咁樣咧就講《華嚴經》，跟住又講《方等經》，即係嗰啲咩啊？啊！嗰啲《維摩經》啊，嗰啲啊都係咁啊。跟住咧啊，有《淨土經》啊，跟住咧有《妙法蓮花經》啊，《開權顯實會三歸一》，跟住有《大涅槃經》。佢300會經咧，乜嘢資料都有嘅。不過我哋後人不超，冇好好地咧將佢咧嚇。愛嚟運用，希望咧大家努力，後繼有人將佛教發揚光大。而家外國人好中意研究佛教噶，佢認為佛教最和平啊，冇打仗啊，乜嘢教都有打仗啊，佛教冇打仗。好多人好研究佛教啊，咁啊大家努力。嗱，我本來咧就有兩章，未講《金剛經》，你會話：，哇！你話講《金剛經》冇未？仲有一章，嗰章係講波嘢，就要下一個禮拜先講到。講完呢個波嘢係乜咧，先至講呢個《金剛經》啊！呢部《金剛經》。所以咧，各位，你原諒我，你都要忍耐一下。啊，乜你咁煩啊？咪講《金剛經》係啊，一定要知道你啊。咁梗係你梗係有好多大善知識，了解曬啦。但係咁公開講嘢咧，一定有一部分人咧，佢忽略咗有啲嘢，所以我又再次咧將佢
詳細啲同大家演繹一下。唔知大家有咩問題冇咧？仲有少少時間，可以舉手，或者寫張紙出嚟啊！嚇？乜嘢啊？俾個麥，咁咁又話俾個麥喎。有啊！舉下手先啦，舉下手，唔緊要啊！啲問題你可以指教我噶，啊你講嗰啲嘢唔啱噶，咁都得噶，冇問題噶。你俾張紙仔啊！咪個麥喺邊度啊？喂，你舉手啊！舉手，人哋俾麥你啊！啊，葉老師你好，咁我想問下咧，呢個《無量壽經》同呢個《觀無量壽經》有乜唔同？哦，呢個好簡單啫，《無量壽經》。同埋觀無量，你漏咗一個字。觀無量受佛經，佢係一個觀，一加後邊加個佛。觀無量受佛經，無量壽經咧就係講四十八個大願。觀無量受佛經咧就講九品往生、十六心觀，佢個分別咧你就睇嗰兩部經嘅內容啦。有些不同，但是都是淨土的經典。還有什麼問題？葉老師，即如果你下一尊是彌勒佛，再下一尊是哪個佛出現？請問下一尊除了彌勒佛，下一尊是彌勒佛，即是未來佛，再下一尊的佛是哪個來的？請問下一次是彌勒佛，即除了是下一尊是彌勒佛，再彌勒佛成嚟咗嚟呢度啦，嚟咗嚟呢个世间啦。再下一尊佛系边个嚟噶？请问咁啊，再一次另外一个佛啦，唔知边个佛啦。哦、因为咧吓，净系弥勒佛嚟咧，都已经好多千年之后啊，唔系咁简单噶。啊，余老师你好，我想问个问题咧，就话即系佛讲有大乘小乘啊，就。咁如果修小乘嗰啲，系咪佢唔可能去證到大乘嗰個果位嘅咧？即係從理論上嚟講，小乘咩話？即係如果修小乘嗰啲，係咪唔可以去證到即係大乘裏邊所講嗰啲果位嘅咧？如果佢修小乘嗰啲人咧，佢係成羅漢，同埋色僻之佛，佢但求治療，求其自己解脱咗生老病死。不再回來這個世界算了，他不去淨土的那些、他不去的，他也都不回來度眾生的，因為他很怕、所以佛說這些人少量，但是他有一部分小乘人都會回小向大的、即是好像舍利弗、目建連、衰菩提、富流那些佛前十大弟子啊，嗰啲都係回小向大嘅，佢哋已經係阿羅漢噶啦，但係咧佢就發大乘心，回入大乘經典，點證明咧？咁所有佛講大乘經典，佢哋都喺度做頒獎嘅。嗱，好《心經》咁啊，舍利弗咯，《金剛經》啊，衰菩提啊嗰啲咯，啊呢啊《維摩經》啊咁啊。又有舍利弗啦，又有好多其他嗰啲弟子啊，所以佢啲系回小向大，佢哋系成菩萨，将来成佛嘅。多谢老师。仲有咩问题？唔知咁少问题嘅系嘛？有啊，我想问啊。点？啊！你聽唔到我講，聽
葉老師你好，咁就有個問題想問你，就關於頭先你所講嘅六神通啊，其中最後一通叫做漏盡通。咁根據羅士軒教授講咧，呢、這個漏字咧就可以翻譯為煩惱。咁既然阿羅漢已經係證得漏盡啦，佢煩惱已經係斷咗啦。咁點解另外要講多句出嚟話叫係漏盡通咧？而漏盡通佢嘅功能係乜嘢咧？咩話？佢如果佢證得漏盡通，咁咪漏盡咯。咁點咧？個功能係乜嘢咧？嚇、啊？個功能啊，即係佢嘅作用係乜嘢咧？佢如果證得呢個漏盡通之後咧，即係好似佛即加牟尼佛嗱，呢啲又要講涅槃，涅槃有四種，但係咧羅漢辟支佛你坐低，羅漢辟支佛同埋菩薩同埋佛都係無餘涅槃嘅。即係佢嗰啲貪嗔痴都冇剩噶啦，唯獨是係佛咧就不住涅槃，佢有退休嘅資格，但係佢退而不休，所以釋迦牟尼佛仍然啊翻嚟呢個世間度化我哋。你估佢係2555年前降生成佛嘅咩？佢無量劫以前已經成咗佛啦嘛，不過佢同我哋有緣先再嚟啊嘛。因此你那些羅漢他漏盡了，他那個煩惱就盡曬了，那他就是這樣咯。但是這樣凡是小乘羅漢他只是我執盡，但是他法執未盡，但是在他解脫生老病死來說都已經夠了。譬如我吃東西，我的量不是很多的，我吃一碗飯喝碗湯吃些餸已經夠了。但是有些大吃的就不是，要吃兩碗飯要吃很多餸要喝很多湯的，那他的量大嘛。所以佛說還有一類人他法執，對於世間的事物咧執著啊，佢只係通咗盡咗一半，就係嗰啲叫做辟支佛。所以佢話辟支，支係一部分。唯獨是你修大乘佛教咧，一定要我執盡曬，法執盡埋，咁先至叫得做佛，先至圓滿，係咁咯。你仲有咩咧？關於呢、這個有如依涅槃、無如依涅槃同埋無住涅槃啊，佢嘅分別係乜嘢咧？好簡單。有如依咧，即係一個修行人，譬如佢係100歲命嘅咁，佢到佢100歲嗰一陣由 B B 出世咧。他已經有了宿命通，他知道今世是搞定的了，但是他仍然要在這個世間，他仍然要吃飯，要大小便，要應酬，要跟別人說話，這樣。這個如衣呢，衣是身體，他還有一種靜的物質身體在這裡，就是有如衣。及至到佢100歲最後嗰分鐘，佢所有嗰啲煩惱啊乜嘢啊，佢都冚唪完曬冇啦。咁佢冇淨啦，冇如依涅槃，咁佢咪入涅槃咯。但係你不住涅槃咧，係佛先有嘅。佛點啊？佛佢嘅慈悲心大，佢要翻嚟呢個世界度化眾生嘅。講俾佢聽，你哋唔使閉翳，你哋仍然咧會解脱生老病死嘅。
所以他上天堂落地獄在人間都樂此不疲，他永遠都是這樣的，所以他叫做不住涅槃。他有這個涅槃寂靜的境界他都不入的，他仍要在這個世間度眾生的，這樣最偉大的。將來你和我都是學這樣的。還有什麼問題？還有少少時間可以問的，不要客氣啊。老師啊，我想請問咧，喺娑婆世界六道輪迴裏邊咧，咁我哋下一生或者幾生之前都可以做唔同嘅生物噶嘛？咁好似呢個世界裏邊有老虎啊咁樣，咁但係老虎佢哋個根性咧係會殺身先至食飽個肚噶嘛？咁佢哋投胎咗嚟做老虎或者獅子，都唔係佢哋想要去殺身，佢唔可以食草噶。咁佢哋咪變咗生生世世都將來唔可以輪迴做翻呢啲人啊，或者一啲好啲嘅天人啊咁樣咯？對於他們來說會不會覺得有不公平啊？還有如果做牛這樣，可能他只吃了草，是不是很快又會做人啊？這樣有福報這樣呢？這個朋友呢，他就說那些老虎，那些老虎呢，他生生世世都是老虎，他何時可以做人呢？這樣是啊，所以佛呢就說你很小心啊，否則你五百世啊，五百世啊你都是做那類事的，不簡單的，因此不要作惡業啊。那他就算是五百世，他都有盡的日子啊。他盡的日子，那他就再回復是人啊，或者什麼。如果他再做得不好，仍然是再五百世都有的。你不可以說不公平，因為沒有造物主，沒有創世主，不是那個神來判斷你的，是你自己作業，你自己作業你是應該受報的，絕對公平，是這麼簡單。我們現在是人，就是過去世都做過善，不是很齊全，但是都是做過，所以我們做人。但是如果我們今世很麻煩的呢，殺到人網走啊，那哩哩啦啦呢，肯定來世都不美麗的，沒有不公平啊，自己作業嘛，天作業猶可為啊，自作業啊不可活啊，自己做業啊，就是這麼簡單。有什麼問題？好好的，這些問題不是說你不懂，而是你說完呢，令到人家都明白一點。是的，老師你好。那呢，我呢就聽了很多。喂，聽不到。喂，是。那麼多師兄呢問的問題呢，就是希望呢老師你呢深入講解一下緣起法這個這個法，因為太多師兄不明白才有這個問題，即是深入一點講多一點緣起法，即是就會知道。怎樣深入一點講多一點？緣起法，即是人怎樣啊，有這些行為為什麼會牽引？講一下緣起法啊，怎樣牽引一些不好的東西，這樣才會明白，人們明白，為什麼會做老虎又這樣，因為他不明白緣起法那些東西。我咁唔係嘅，呢啲好容易嘅啫。你做埋曬啲殺盜人網嘅，都唔係人所為嘅。呢啲咪抵佢做畜生咯。即係講多啲緣起法。你有冇聽過話嚇人間嘅禽獸啊？有好多係人間嘅禽獸啊嘛，佢都唔係人性嘅。咁呢啲啦，佢仲唔落地獄？佢仲唔做？佢同人都唔可以比較嘅，咁佢咪做畜生咯？係畜生先至同佢啱 key 啊！大家老友嘛，咁佢咪做嗰啲咯？
佢呢啲咧就係要佢信唔信。嗱，好似而家有啲人好陰功啊！我聽講啊，馬騮山咧嚇話而家好比較啲馬騮少咗，點解咧？原來有啲人係用大貨車啊去捉嗰啲馬騮，捉嚟做咩咧？將啲馬騮捉咗去某一啲地方。我講嘢好少講人，好少講地方啊，費事惹是非。去某一啲地方，啲人點啊？捉住佢綁住，剝佢個腦啊！剝佢個腦，就咁樣剝佢個腦嗰啲腦漿嚟食，話咁樣可有營養。你話呢啲係乜嘢？你話你賺到嗰啲錢係咪可以落袋咧？係咪好陰功咧？佢係生物嚟噶嘛？你揾啲嘢戒下你嘅手，你都痛啊流血。你剝穿佢個腦，剝佢啲腦漿嚟食。嗱，呢啲你話係唔係要做禽獸啊？佢係將來呢啲會做禽獸啊，係咁簡單。點止係咁啊？有好多話仲陰功，做好多殘忍嘅嘢嚟縱飽私囊。嗰啲係點咧？咁嗰啲佢咪又係睇下你地我惡鬼畜生，唔係邊個罰佢噶？佢自己罰自己噶，係咁簡單咯。不過你啲友唔信咁解啫嘛。譬如好似而家怕冇啦，20年前啊，一聽有啲地方啊捉咗嗰啲坐只艇咧。啊！又有啲人坐埋喺艇度食嘢啦，咁啲人就咁喺海度撈啊，撈一條大魚啊，靚嘅魚，生化化啦，即刻劏刮輪，咁就滴落個鍋度炸，炸佢一邊，嗰一邊咧仲會喐嘅，咁啊你起嚟，哇！大家食埋，哎呀呢啲最新鮮，呢啲你係咩咧？嚇！你食啊，你食上台嗰啲啊，佢死咗嗰啲啦，咁樣。你生發發將佢擠落油鍋嗰度，咁啊，仲佢都未曾死啊，咁啊一邊仲會喐嘅，咁樣喺夾嚟食話，哎呀呢啲好嘢咯，有啊，電視有咁賣啊，好貴啊，嗰啲喺某一個地方，你話嗰啲咁殘忍嘅，佢係唔係應該做翻呢啲咁嘅畜生，受翻呢一報啊？姚女士你好，我想問下，如果啲人去咗三合道咧，係咪要即係譬如畜生啊、惡鬼，係咪要到嗰個業盡咗先可以去翻善道咧？係啊，呢個朋友話，如果攞三合道，係咪要個業盡咗先至可以再出生天？係啊，不過咧，睇下你落乜嘢惡道添啊！如果你落無間地獄啊！冇時間俾你可以咁快出嚟噶，唔知幾多劫啊！一路喺嗰度捱啊，一路佢都唔知嘅，一路係咁喺嗰度受苦，唔死嘅喎喺嗰個地獄，佢到咁樣咧嚇暈咗，咁一陣間又醒翻，又再受苦。哇！咁啊呢啲咧嚇。又唔知乜嘢人啦，係會落呢啲咁嘅痛苦受報啊！係啊，唔容易噶，所以佛話你對於自己啦，要好好地啊，好好地修行啊，修行即係修飾你嘅行為。你係佛教徒啊，要修；你唔係佛教徒，都要修飾你嘅行為。咁葉老師，佛祖同埋可唔可以幫呢班佛祖可唔可以幫呢班人㗎？即係落咗三惡道，同埋超度有冇用啊？嚇！超度有可唔可以救佢啊？咪點話？應該唔得咯，佢業報。唔係我即係佛祖同埋菩薩可唔可以救呢啲落咗三惡道嘅人㗎？同埋可唔可以超度嘅？呢個救咧，佢。救到你嘅，唔係話佢唔慈悲救唔到你，而係你自己係咁樣落去啦。佢唔能夠話
你是我的教徒，你信我的教，我的教你不得的。你是受这个业报，你就一定要受回它，它不救得你的。所以佛只是人天的教主，教你，它不是救。那它教了你，你肯照收，就即是等于救你。你一定要自己救自己。佛有三样东西不能够做的，佛有三种不能转的定业。第一，佛不能够做无愿之人；第二，佛不能够转定业。你是做了这样东西，你就已经有了这个业因，有了这个业果。佛不能够说你是我的徒弟，我就特别救你，不得的。他是怎样呢？他留回你自己改，留回你自己变，留回你自己救赎你自己，这样啊。但是佛他都是永远都不住涅槃，长久一路跟住你罪恶的众生去教化你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还有什么呢？有很多人认为好，有很多的神啊说他可以救，是不是真的呢？我们不要弹人家，但你看看是不是。照佛教就说他不转得你的定业，但是他告诉你，你自己救你自己。天助自助者，第一你不要作这个恶业，第二你作了都不怕。哪有讲埋，假如你是受到恶报，是应该贫病交迫的，很容易。凡亲因到个果出现呢，中间一定要有个缘，因加缘先至有个结果。譬如你而家种一个芒果是因，但是要有个芒果呢，你一定中间有啲缘。有些泥啊，有些水啊，有阳光，有空气，有间隔，有时间，经过日子头长了，它就开花结实生果，一定个缘。所以你个缘咧好紧要嘅。如果你唔落个缘咧，你个芒果或者喺度一百年，它都唔会飙芽嘅。嗱，而家佛咧就话将佢当做一个人嘅生命。就是这样，遇到他是贫病交迫的，你是明白这个道理。在你出现的时候，那个人虽然很贫穷，但是呢你肯做很多的事去来改变，那你会怎样呢？那个人呢是会穷啊穷一点，但是身壮力健。至多我开下 OT 啫，夜晚加工朝又好，早啲翻工啊！咁我咧就赚多啲钱嚟啊，补足我嘅家贫，咁样贫病啊嘛。但系咁，另外一方面咧，我好多病嘅，不过我有钱喎、啊，有钱啦、啊，有好嘅医生，有好嘅医药，又可以请个阿嫲，又可以请个护士。又可以住私家醫院，又唔使翻工，好好地養自己。咁咧個緣好咧，咁就將我個貧窮，我個貧病咧一定會出嘅。佢嗰個業報一定要出，但係咧佢可以分段，將佢咧變做好。所以你信佛教咧，你信呢度咧，最緊要係你而家。你而家系你要做到佢好，咁你会将好多嘢咧逢凶化吉，都遇难成祥。呢啲系佛教可贵嘅地方，大家要努力，唔使悲观嘅。老师啊，老师啊，我想问埋，咁你话业唔可以转，咁但系喺地藏经里边都有灭定业真言咒，同埋阿弥陀经里边都有啲往生咒噶。咁係咪就係等於而家你話嘅一個緣咁喺背落去係會轉變到嘅咧？佢呢啲咒，呢咒係幫助我哋啊嘛！你就加落去
加洛的善缘那里加下去咯。譬如你往生咒，你念来帮助人哋啦。譬如嗱，立佛教就好少讲迷信，不过事实都有。譬如你话清明啊、重阳啊、盂兰啊咁咧，你去超度佢，超度佢咧，大唐功德，但你自己有做，你自己念往生咒俾佢啊，咁样等佢咧明白咗呢个道理啊，佢自己得到超升，呢啲都系一件功德啊。唔知地藏经好多经典都有嘅。咁老師，即係我意思就係話，如果我哋持咒都有功德，都有積到善業，係咪咁嘅意思咧？即係好多時啲經都有叫我哋不時持咒噶。啊？因為好多經咧，《地藏經》裏邊都有話，念十萬遍啊，幾多萬遍不時持咒。咁其實係咪等於你嘅意思就係話，我哋係用持咒嚟到增加自己嘅善業嘅咧？得噶，用咒嚟增加善業好啊。嗱，譬如。你念觀音菩薩的六字大明咒，唵嘛呢叭咪吽，唵嘛呢叭咪吽，兩個音都得。你一路唵嘛呢叭咪吽，唵嘛呢叭咪吽，你一路念。嗱，佢好簡單啊！呢六字大明咒係明珠同埋蓮花，但係點解觀音菩薩唔嗌你念明珠蓮花？明珠蓮花？因為你念明珠蓮花，你個腦啊會產生另外一種觀念。呢個明珠啊咁靚，買多粒啦，整對耳環啦，啊呢對耳環镶乜嘢好咧？镶啲白金啊、黃金咧，整啲鑽石啊、啲紅寶石咧，啊或者唔係就將呢粒珠咧。整個心口針啦，咁乜多多嘢諗喎？啊，整好咗之後，擠喺邊咧？擠喺保險箱啊，抑或擠喺屋企咧？擠喺保險箱啊，禮拜放假冇得攞咯，擠喺屋企又驚唔見啦，多多嘢諗喎。啊，你諗諗下都唔係念咒，所以佛咧，觀音菩薩話俾你聽，逢咒都唔解嘅。只係咧，俾你唵嘛呢叭咪吽，唵嘛呢叭咪吽。你由你個定力咧，你集中你意念啊，專心一境都無事不辦。你個人有定力咧，好靈驗噶，好感應噶。仲有咩問題？冇啦吧？冇問題，係咪冇問題？嚇、啊？有有咪講咯，冇啦。老師啊，正話咧，你話佛陀咧有三種人係不可以救度噶嘛，不能夠度無緣嘅人，同埋定業不可改，仲係乜嘢啊？第三樣佢唔係話有三樣唔可以救。佢只係話咧，佛有三不能，三樣佛做唔到嘅。第一樣佛不能救到嗰啲無緣之人，佢同佛教都冇緣嘅，佢都唔肯接觸佛教嘅。咁唔通佛教去拉佢咩？你會話你係慈悲嘅，你應該拉佢。係啊，佢係接近你啊，但你硬係。抗拒喎，譬如有啲教咁樣，嗱，我上靜坐班咁，我梗有講佛教啊嘛，我開口就話啫，一定講兩分鐘，唔係十分鐘噶。佢話聽都唔敢聽啊，唔聽得啊。咁我話你唔聽得都要聽喎，你哋要上堂，喂得啦，我耷低頭啦咁樣，啊咁樣喎，咁佢都冇完啦。不過咁我都接觸佢嗱好啦，佛不能度無緣之人。第二，佛不能轉定業，
佢唔係唔同你轉，佢交翻轉定業嘅責任俾你作業嘅人。第三，佛不能度盡眾生界，所有嘅眾生佢度唔盡嘅。你話點度得盡啊？但係佢度唔盡，佢就不住涅盤喎，佢硬係一味追隨住你。咁佢個偉大精神就係咁樣，係咁簡單。三不能佢都能夠解掂咗，冇問題啦，係嘛？點啊？咩話？有一個叫天道，我哋呢個叫做佛教道，係想問一問呢個有咩分別咁樣啫？就係嗱，我有三樣嘢唔答人嘅，第一樣宗教。第二樣政治，第三樣愛情，第四樣我私人嘅問題，我唔答嘅。所以你講起嗰個教咧，係宗教，我唔答你，因為以免惹是非，係嘛？你如果去嗰度，你會知。我講嘢咧，好怕人哋提出邊個嘅。嗱，我唔。當我冇聽到你講邊個，只係講一樣，任何一樣教，佢話佢係佛教咁，你就去嗰個堂睇下，佢個堂如果佢正宗一個佛嘅，咁啊呢個係佛教啦。但係佢有佢嘅神，唔知邊個嘅神啊？有佛喺度，不過喺側邊嘅。呢、这個唔係佛教，有好多人問我：，喂，你話我呢個教唔係佛教，我又講經嘅喎，我又有佛像。我話你個名字都話明唔係佛教啦，你話明唔係佛教咯，你點解又可以話係佛教咧？咁佢又冇聲出。嗱，我講嘢幾十年，我從來唔得失人哋嘅。試過啊！二十年前我喺吉隆坡講嘢，咁就有人話俾我聽，嗰度外出有個古廟，佢哋咧好仰慕你，因為我空中員1981已經有啦嘛，佢哋聽到，咁啊話我去到啊，佢哋請我去，但係我啲朋友話：喂，你唔好去啊！佢哋嗰啲神教嚟嘅，佢對你咧唔知道會點啊！我話唔緊要啊，既然人哋叫到我去，我就去同佢結緣。咁咧，佢就好啦，我車你去啦。咁啊，我車出一條山路仔，兩邊啊好多人去。嗰啲人係可能信佢啲教咁去到。去到咧，哇，好齊整喎！兩邊咧排住曬，有十幾廿人咁排住曬咁樣。佢嗰個主持啊喺度。咁我咧就對個主持只係合十，然之後我直直行埋去，佢有個神壇啊，我去到神壇面前咧，三叩首，好恭敬咁三叩首，叩咗三個頭，企起身又對嗰個主持合十，哇！那個主持開心到拍我，佢係老人家嚟拍我，哎呀，真係多謝你，好開心。因為我對佢話教主行禮，咁然之後請我坐，親自斟茶俾我飲，遞啲餅俾我食，咁我咪求其講下啲普通佛教啲嘢，咁啊走，哇！大家拍曬手掌，一齊歡送我，嗰、那個主持幫我開車門，約我再見咁樣。嗱，呢啲嘢好閒嘅啫嘛，冇所謂噶。咁佢係咩教？我唔知佢係咩教。但係佢啲教都係教人做好嘅，係咪？但係佢有佢嘅教，所以我一向唔得世人。幾十年似乎少啲是非，就係我好少得世人。因此你而家問我咧，我只可以係咁簡單話俾你聽。你睇下佢中間有冇個佛？抑或個佛喺側邊，但係佢又講佛經嘅噃，
咁好嘢咪咪講下，有乜所謂啫？我周時都講耶穌基督噶，啊俾我啲朋友鬧，又講耶穌，我好嘢唔講下佢有乜所謂？咁你又冇信係啊？我因為佛教係解脱道，係咁簡單，咁咪搞掂曬咯，使乜咁嬲？嗱，冇問題啦，係嘛？嗯，因為咧，哦九點又骨啦，阻咗時間啦。啊，會長，仲有咩儀式嘅？啊，老師點啊？回向啊，老師係啊，回向啊嘛，你點樣回向法？你回向自己先啊嘛。嚇？你回向俾自己先，回向嘛。啊，老師跟你以往咁做得㗎啦。照翻你。我哋尊重老師，你點做就點做。點做就點做。咁樣啊？阿會長好客氣，佢話照我咁，但係咁各處鄉村各處例，我一向尊重人家噶。有你呢度，如果要念回向偈，有邊位可以出嚟領導念咧？都係老師帶領噶啦，都係我帶領。我一向咧就發四宏誓願嘅，大家識唔識咧？識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脱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以此功德回向佛教兴隆，众生得度。佛教青年协会业务昌盛，大家听众都平安富裕，却病延年，菩提上进。多谢大家，唔使多谢，应该嘅。啊，你欢喜咧，下个礼拜再。大家坐低先啊！大家请坐低先，坐低先，大家。咁啊，大家可以起立。哇，乜咁客氣噶？佢哋唔喐嘅。你唔喐，唔使唔使，你哋行先。老師唔起身，先入。冇，你哋行先。規矩嚟嘅。唔，你哋行先，你行先。規矩係咁樣嘅。嚇？點樣規矩？老師唔起身，所有人都唔准起身。係，老師起身。要咁嘅咩？虽然过了少少时间，都请大家帮忙收一收啲凳下。咁下个星期二都系继续叶老师讲《金刚经》，都请大家准时出席啊！阿弥陀佛。
各位師兄咧就慢慢落，因為咧人多咧個電梯負荷唔到嘅。嗱，大家唔使咁急喎，可以行下，攞啲書咁樣，唔使逼埋一齊嘅。啊，慢慢未遲嘅。啊，可以